红油鸭腹特邀的常规做法是做3x。如果我们 F2 跟 B2 都是空槽，还有另外一种做法。首先看这样一个 F2，这个飞镖红也是红绿，它的做法是五步，R 撇 U 二二 U 撇 R 撇，那么这也是一样。先将角块移到这儿，然后我们要还原这个角块，就我们可以利用空槽先做个 D。所以只需要让这个角块来到这儿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做个 D 撇回去就行。这个做法就是刚刚的五步做法：R 撇 U 二二 U 撇 R 撇 D 撇。前后镜像情况类似，这组 F2 在背后遇到，我们可以先做个 U 二，然后参考这组 F2，它走到这儿也是五步。我们只需要先做个 D 撇，将角块的需要归位的位置放到这儿，然后让这个角块带到这儿。五步做法：R U 撇 R 撇 R，然后再做个 D，这样就好了。